你今天是很累吗？我不累啊，就是起得有点早，睡得有点晚。不行，得我先喂你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啥？这是我的梗。什么梗？什么梗？这是我的梗。什么梗？哎，你让我喂你吃，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是一个，反正我没有告诉过别人。但其实我也没有很想知道啊。真的是秘密。我喂你啊，我告诉你，可以吗？我们先合照一张吧。来，三二一。我没中，才三。你怎么在偷偷亲我？因为虽然刚刚说那个就是八百分嘛，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玩得很开心，所以还是但我没有到八百分哎。没有关系，在我心里面已经1000分了。我趁他在那个自拍的时候偷亲他，哇，这个反应真的太好笑了！天哪，我有点脸红。真的吗？不是，有点紧张了。真的吗？对呀。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我多少是有点紧张了。那边。我非常有信心能抓到了。好，我就抓这只黑的，好不好？还是抓？我要黄的。你要黄的，那咱们就抓黄的。我要黑的。你那要黑，我一起抓。哎，我要两只，那我先抓一个黑的。没有。为什么呀？你说。我觉得这个大头的比较好抓。哎呦。气死我了！其实我觉得我也真的都不擅长，然后看得出来他也不是那么擅长夹娃娃，夹了真的很久，怎么夹都夹不到，我有点头疼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我突然觉得他很丑，他确实有点丑，他有点不好看了。算了，他已经太不好看了。我们要不先抓抓这个小的？好。